好，那我们一朵花呢，就有四个花瓣啊，就可以画出来。永和区公所与新北市议会副议长陈宏源举办的创意绘画比赛系列活动“创意 DIY 好好玩”课程来到秀朗活动中心。陈宏源副议长表示，缠绕画不只具有疗愈魔力，更能让亲子感情升温。画这个杯垫的缠绕去哦，这个构图哦看起来非常不简单哦，那需要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哦。学员先在白纸上打草稿，再画到磁盘上，运用重复的线条或图案交织出缤纷的想象世界。拿着完成品，学童好有成就感，下次还要再来玩。那你就画这个很困难吗？不会。那你下次要不要找你同学一起来？已经完成作品的，可以带着你的作品。炎热的夏天，在室内空调环境下，大人小孩静下心，一笔一画勾勒，浮躁的心情跟着平静下来，沉浸在艺术的气息中，创作出世上独一无二的青花瓷杯垫。记者梁静的美宣永和报道。